东线。这边是观光缆车的路口，那边还有卫生间。我是 DJ 阿洲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一次到张家界的天门山。我由天门山市这边要走到它北湖那个位置，穿山手扶梯的整个一个过程。第一次走，没有经验，带着各位走走看。朝天门。这是没得方向感的。这缆车都吃的。缆车走吧，就是走吧。东线呐、啊。上次来也是走这条路。会不会难走？小哥，会不会很难走？啊？会不会很难走？很难走，也只能往下走。它是往下吗？是啊，往下。还是往上？往下。有走过的告诉没走过的，没走过的问了有走过的，就知道东线他是说是往下，我们就走走看就知道了。肚子饿的话，这边有小炒肉拌面，还有炸酱面，一份人民币35块。来，厕所在那边，你先去，我这边等你。樱桃湾餐厅，肚子饿的话可以来这边做考虑。他们的东西有什么？就如同荧幕中说的，炸酱面、小炒肉、炸酱肉丝面、紫汤面、西红柿蛋、鸡蛋面，30块，这是热饮的部分。小食呢有煮，有关东煮，20元一份，玉米。拖10元一根，烤肠5块钱，可乐10块一杯，芬达10块一杯。嗯，还有热狗，好像是5块钱，还不错。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最佳女主角去上厕所，怎么样？看到走吧，没有很急。没有走到底啊，那边走到底啊，那条路下去，对啊。很远吗？还下去。算了，没。不急啊，不急就继续走。有没有急不急？就想要上下。没底，因为他们说这里没底，这里能看到，直接又把它遮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又往回。东西线都把它走完。两人世界，不要破坏了两人世界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万一东西掉下去或什么的，很高。说实在的，我是因为害怕有点危险才不做的。走了走了，顺便省钱，不省。25块啊，省了50块、啊，一次两餐呢。15块的，一餐多。这边还有个求而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东线，当然感觉上跟西线可能有点不一样。西线风景比较漂亮，难怪人家说。对呀、啊，感觉看东线就比较没什么了。大部分的游客还是跟我们一样哈，就用走的。我们没有去云梦仙女，也没有，我们走到这里，我们走到这里来了。云梦仙女就是那个，刚刚那个，前面在施工。
真的是玩音乐的头脑都怪怪的。黑过啊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因为有你们这条步道才好走，感谢。好恶心啊！女主角被骗了，感觉我们是上坡的，哎，不是往下走，哎，有一点点，哦，有一点点，这不是一点点吧？一点点点点点点点吧？要爬楼梯就好了，爬楼梯很痛苦，哎，不会啊，我的感觉，这边吹这个风，凉爽凉爽的。还好今天来哈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说。最佳女主角抱怨我没做那个25块的。花觉走东线的景色并没有像走西线那个景色漂亮。咱们好像坐过这个。爬上去了。哈哈，被骗了。还是我们要折返去坐那个。啊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坚持。有点后悔了，不过坐那个这感觉真的是。是啊。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既走之就放心的走吧。爬呀、啊、爬呀、啊，过山河。最佳女主角可不可以走慢一点？我腿力不好。你看，你就想很简单，要往上爬的。好。要你折返，你又不折返。百屈的，他那个什么，悔恨一辈子，愧疚一辈子。不可能。这个比起聂龙洞还算小巫见大巫啊，江西的聂龙洞。
有没有听到我喘息的声音？走得有点喘。穿山耳聋怂耳聋羊，好像简体字看不大懂，算了。对呀，那个声音不是横路一百公里，都不过面就都往横路。横路啊，横路都是。远离人群，免得他们声音收到里面。好久不见，挥挥手好不好？他真的不喜欢拍影片，我能确定。啊？上次去江西聂龙洞爬得更夸张。走起这个觉得没有那个那么累。好，谢谢你提醒我爬楼梯小心。换了电池，刚刚电池又没电了，第三颗电池。他这边设计的不错，还有很多地方让人休息。明明这边有写禁烟，有个人说是哈，但是还是不会有人在这边抽烟。我那个送我送的，加了五斤，人家小一捆嘛就不行。哦，哎，一捆我捆啊，那两年终于晓得为什么那么大的。这就好比说不能闯红灯，还是会有人闯红灯，同样的意思啊。真的东线哈，走起来没什么 view 可以看。东线也有玻璃栈道。那就不要走了，看有走了。啊？是啊。是。那只是体验一下。对呀。还好没有那么恐怖。我估计我弄不来也不。一开始要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勇有那个勇气，然后后面就没有。哦。这是东线的景色，就是看山、看树木、看石头。看动物，人类。哇，夹到前头。对呀、啊，一波一波的，不可能会都没有声音。回去做消音就好了。我现在是两个那个火速的，但是基本上是。
把那音量把它消掉就好。啊？没有看到什么？是啊。是啊。我们会走中线。中线就是那个有那个啊，就是缆车啊。啊。我们没有走缆车，我们是走中线的。还有点开就是啥子小区门街那些搞。后面的比较安静。自由行的好处就是这样，没有时间上的压迫，就这样闲晃闲晃。一样的牌子呀、啊。真的走起来肚子会饿。不是哦，我会怕。那你要烟吗？啊。好。我这边等你一下。别多啊，你还老有没得？养我，可我养面，我装进来用吗？那我装不装到床上去？好。我到那边等你啊，右边。休息区。东线。看了一下地图，我决定应该走东线的玻璃，到玻璃栈道走东线栈道，它一个游道，游道比较近，但是栈道比较远。等一下问一下最佳女主角要走哪边。不是啦，想太多了，还有兄弟姐妹。这边应该，我觉得应该人会比较少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走捷径，这边会比较远。哦，在起照片那里的时候把水丢下了。对呀、啊，好钦佩啊！你啊，我就要脱外套。反正就是来玩了，没差。对呀、啊。多半个小时，玩半个小时而已、啊。感觉走这个也不累呀、啊。轻轻松松，凉凉爽爽，而且空气很好、啊。受不了。谁受不了？你呀、啊。你不可能再来第二次。对啊，你就一次。以前的我肯定不这么想。
对呀、啊，那时候去牧田峪的时候啊，上去就坐缆车啊，不走啊。一点都不什么，上去坐缆车是刚好而已，好不好？人家说到那边要走。啊，要走栈道，建议大家要走栈道。你走游道的话，就走到森林里面；走栈道可以看外面的 view。这是现在要走的东线，好钦佩啊！还有人穿皮鞋，还有人穿高跟鞋。OK， 漂亮。那边还有一个水库，是水库啊？看起来像一个水库，有拦水坝，上面有停车，应该是有人在那边钓鱼。拍不到，镜头拉近一点，一下，我的镜头只能拉到这样。好了，在山谷里面还有住家。不错，是啊，拉不到，我这也拉不到，都会被那个树枝挡住，有点雾气。走远一点看看，可不可以看得到？好，这边呢？这几个树枝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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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前面一点就没树枝了。请勿攀爬，过来一点好了，请勿攀爬。拍个照。我拍一张好不好？好。你就在这个位置，你就在这个位置。好。然后你就拿这样子，应该就可以。还有口红吗？有。人美，自然美，好吧？看这里啊。看看可不可以？啊，不要骂我，我很体贴的，不要骂我。很丑。这好像阿凡达在拍片的地方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的。啊，我们没有进去那个寺庙啊。好，那再回去吗？那回去的话就要坐。怎么样？你做决定就好，啊？不走回去。这是很近，很近。我怕去寺庙之后我出家了。这好漂亮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给各位看到地上。我好想喝衣服。真的很热，真的很热。突然很热。晒太阳的关系吧。哇，东线跟西线的感觉不一样。看那个山都直立的。水库看到了。东线栈道这边确实人比较少，好，建议各位还是走栈道，走游道比较没什么意义。哇，这边有风哎，风口。
我们刚为什么没有进去停在这儿？我们站在后面。对呀、啊。成结实，三叉戟。对。你是没带那个线来？没有带。哦，上次我们去那个重庆那个缙云山，它有一种茶花。这边的感觉跟那边的感觉不一样，好，但是这边我觉得走起来，这个栈道啊，真的是，对啊，这边好漂亮哦，就是这个点，应该就是阿凡达那样的。这修的都是真的，蛮那个的。武陵源，不管它，反正他们这边山大概就长这个样子。这真的很难鬼斧神工。对啊。最佳女主角一直喊着很热很热，确实很热。我穿了一件花乐衣，还穿了一件滑雪的雪地衣，两件套住。怎样？我帮你拍一张好吗？你不要，你拍得很丑，自己拍就好。好，你自己拍，不管你，是我拍照拍得很丑。漂亮吗？我屁股不是红的，因为我不是大师兄，我昨天把二师兄的脑袋给处理掉了。制高点往底下拍，整个人有点心旷神怡。OK， 往前走了。两边西线和东线完全不一样，我的感觉可能是太阳的关系吧，会不会啊？可是我觉得东线的栈道看起来走起来比较舒服、欸、这个是给惧高症的人走的路，不敢坐那个缆车的人就走这个路。你在讲我吗？你是省钱的。哎，这边怎么有冰块？这边怎么有冰？这边怎么有冰？好神奇哦！还有冰还没融化，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吗？小安老师那边有那个哎，两个，有冰哎，是两个吗？哦，看到，对，左右各一个。真的好美啊！
着哪个水库就值得了。对呀、啊，走这边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坐那个缆车。但是你没有去天门寺，你为了不敢坐缆车，就不敢去天门寺，就没有去天门寺。那是两回事，好不好？那是一件事。两回事，天门事还有这件事是两门事。两门事。奇怪哈，刚刚那么多人在那等入山，为什么在景区好像没看到那么多人？人都散掉了。表示它真的很大。你想，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大概已经进来三个小时了吧？九点半。九三个小时。对呀、啊，三个小时了。难怪他说整个游玩要四五个。是啊。我们回去要吃晚饭的。对呀、啊。酒店的珊珊讲的，大概三四小时啊。没有，他说四五小时。四五个小时啊？他说吃饭下山之后再吃啊。还好我们带一些巧克力，还有一个手撕面包，外加一颗苹果，还有一些糖果，外加从台湾带来的科学面。请大陆的朋友，路人甲、路人乙吃科学面，他们表情，哎。不错哎，好吃哎！我不是科学面的代言人，但是偶尔会吃吃，方便就好。不行啊，这个都有年份的树，怎么可以随便锯？不过要低头，我海拔这么低，还会撞到。哦，那有一只。很像，比起来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看不像不像？哦，不能骂人。走到这边有点乏味了，有点喘。海拔不高，这些人爬上去在拍照，应该是不良示范吧。算了，我们小高老师要找我拍照，等一下看他拍的，还没有，重来。哟，咔嚓，好啦。这边是你好，能领吗？你好，干嘛弄啊？那这种干不听，你这吧，你干这种飞机又破，从后头补上来，俺老老早搿搭看不到了。你如果坐缆车就没看到这边了、啊。天门洞，哇哇！因为现在天门洞上面了，对啊，他还是坐那个什么穿山电梯下去。他们到底是坐那个蝙蝠装是怎么过去的？真的很难想象。这是传说的天门洞，鬼斧神工的地方。好了，要找。坐电梯的，这是玻璃的。什么事儿？我怎么样？哎，赶紧过来，过来，拍照片，那边去欣赏一下呀，是吧？来，过来看照片。我往上走了。对呀、啊。没有东线。走到南府市天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往北府市天门的位置吧。好，继续走吧。这一段稍微爬一下楼梯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
1 2 3 4 3 4 3 5 6 5 6 5 6 6 6大顺，顺着走。天门洞现在在我们的脚底下，这边有个洞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洞。什么？美。啊？这个。那么开心，谁是笑得那么开心？这次拍的影片有点长，可能会分两三集吧。快转没意义呀、啊。这家女主角叫我影片可以用快转，到时候我把它缩时吧。走到想睡觉，我听到很吵杂的声音，应该是差不多就在前面不远，就是天门洞啊，几乎没有看到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听到最多的叫就是乌鸦叫啊！小心！石门锁脆，这里啊，看一下。换我出去！换我出去！搞错了，是这么搞。哦，刚刚那两个水库是不知名的两个水库。好的。是刚刚运气有点不好，遇到一群人在那拍照，不然那个刚刚那个观景台那个拍照。是啊。小心。小心。我知道啊，没办法，景区就是这样。要我们去接受他们，不是他们来接受我们。我又看到没有洞，我还以为又看到像刚才那个小小的一个洞。好了，这边是东线的一个那个玻璃栈道的一个入口处，这边的费用一样是5块钱一个清洁费。有走过就有感觉，体验过就好。这个我真是没想到走吗？这个应该是他们那个排队人多的时候排队，但是现在根本没什么人，就不用排队。就看到旅游团了，走东线的旅游团。小朋友在吃黄瓜，对。哇，这一团人多、哦。你不怕了？啊？你不怕了？跟大部队走就胆子大一点。哇，这小朋友坐的法拉利的车上啊。你这玻璃砖刀，别耍了，你拿去了。这个给姐姐了。哇，这个跟神勇拖到一个行李上。太厉害了！来看一下我们走到哪了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快到了，有没有？再往前面一点。我们现在底下就是天门洞了，有吗？看到没？
看这个位置，位置现在在这里，在这儿。往哪儿走？北半场关门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知道，一定要走这里。哎，穿山之道不好，就是这里。武器应该讲武器就是的，应该是这样。就差这个天门，就天门道。然后到底我们下去吧，走吧。我今天不爬了，穿。感觉。要一定要过那个，一定要走那个。上次我听到这个事，我就可以不下，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他说我一定不烧，你吼吧。走吧。老年人就是。小刚，走吧。等一下啦。咱们那块花钱也能，俺家老头那个就是花3000块钱，那就土大门，啥账不得了？是左边还右边啊？还有两条哎，它底下有两条道，是左边还右边？没有写，好吧，下去看吧。他不连，他不给连呢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没有信号。下楼梯喽！他妈爬楼梯太久了。你的客人有写他们啊？有插入，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相通的吧。我们走右边好了，比较没人。对，应该有相通，顶多没有再回来而已。反正我们是时间多多，回来我背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是，是没问题，不可能，绝对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天门洞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就看一看就知道可不可以。公布答案了，答案揭晓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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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目前还不知道，真的看不到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才有哎，真的没有。不过这个点呢，可以整个俯视张家界。东区在这下面，五级城市，五级城市居然是长得这么的建设的这么好。我不能去一直褒贬他们，说他们很好，确实是很好。实话实说吧。好了，这个要从下面往上抬的，对的呀，我刚刚就往下，往下，从往下。拿三脚架，这个因为要拍照，我暂且停在这里。好的，即将抵达北虎。关天门，应该是关吧。那个底下就是，有没有看到？底下很多很多人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人家爬爬爬爬爬到上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底下，应该就是。天门洞，答对了。这底下，在底下。
现在还看不到，那没关系，我们都会坐手扶梯过去。这家女主角应该从那边可以看到，她底下就是啊，那边是什么？走到这边真的有点累。哦，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下扶梯的地方。我配合的。浪费了，我配合。我先拍一下子。没有。这个撞晕了，把人家撞吐了，开车上。他建议我们先上去那边游完再下坐那个下去，所以说他先爬到那边，那边可以拍到那个洞。要吗？对，要吗？谁建议？啊？谁建议？他那边有写。要坐那个梯的地方。怎么样？提醒。抉择。啊，在那边而已啊，在现在很多人的那边就是了，要吗？啊？你这边等我好了，我去拍一下回来。好了，我上去拍一下了。啊？他们都挤在那里面，看不到啊。我只是拍那个景而已啊。穿山自动扶梯，等一下要坐这个。哇，你呢？十小时啊，唔系等下点顶啊？真的旅游团好多哦。所以只有。从前面拐弯上去的，看着很近，但是上去也挺远的。你往下面看的呢，那么99号弯的盘山公墓，往远处看的还有张家界整个市区的全貌，基本上都看得到啊。走上去大概二三十米了，你往回头看，这个位置呢？这边旅游团就整个都在这里。旅游团应该都是走东线吧？啊？这个昨天有睡吧？是啊。那我就是干十多年做水路啊。要走啊，不干的。
那边是正常，这边是最少。我在前面。哦。对呀、啊。哦哦。这边又完全可以拍到。对呀、啊，在这拍个照。好的，那个就是天门洞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天门洞。我们等会要坐扶梯下去，再走那个阶梯下去。咋了没？好了，走了，下去。对，他吃了毒药，所以说也从这里晕到山下面。因为事先有大概做功课，知道这个点大概可以俯视。哪去了？你就待在那吧，你就别走了，你就待在那啊。好了，好像导游丢人了，辣人了，他的名字叫辣人了。啊！不回来，不走，不回来，不回来。这时候看到人很多，现在时间是12点多，快一点了。然后在你还背上啊？我们小安老师说要拿气球来这边不要。我们去上卫生间的位置，去找一下厕所。新年快乐！现在已经都3月了，还新年。Coffee， 拿铁。OK， 这是厕所的位置，不拍里面了，暂停。这是来自台湾的，跟我一样来自台湾金山的好朋友，挥挥手。啊！欢迎跟我们的张家界。你们是跟团还是自由行？跟团。我是自由行的、所以说没有时间的。我们几个也要来，所以我们跟团。我有四十位。来，我们有40几位哦。真的、哦，要不要自我介绍让你们知道？来自金山的好朋友。谢谢。因为我刚才听到他们讲台语啊，一听就知道来自台湾的。对，觉得这边怎么样？很漂亮，漂亮。像不像媒体讲的很恐怖？不像，有像。有说很恐怖，有没有很紧张？人家说两岸现在很紧张不过了。很漂亮，人很恐怖。是你刚才的样子很恐怖啊！是你很恐怖，没有了。其实我来那么多次，我都自由行，方便，而且我们都在网上直接订房，订它铁路12306，直接订那个高铁票、动车票，直接订。对啊，住台南哪里？住台南东区。哎，这是我们里长，介绍一下我们金秋立贺。我在台南都帮一些里长做公益活动，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到新年是帮我们的，他叫我们，他叫阿周了，他叫阿周了，他是我们新北市金山区那个永兴里的里长。永兴里的里长哪个有？永远的有，对，他
消息的信，来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永兴里的里长。好疯狂的金山的好朋友，里长后面的导游，我们后面的那个是我们的导游，我们国内导游。他最辛苦，我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做导游。做了十几年，后来不做了。我身上还有导游证、领队证。真的哈、哦，台湾的导游，红叶导游耶。现在就是到处玩。对啊，大概这样。好啦，谢谢，谢谢，等一下马上给关注。好的，刚刚遇到来自我们台湾金山的永兴里的亲人，只能这么亲哦。那。接下来我们就去买票，准备下去。票在哪边买？好像不是在这边，问一下。不是他那个门票。师傅，请问那个票在哪边买？要去哪？下去。A 线票。对。刷身份证。刷身份证啊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走东线从天门寺走到穿山湖梯这个整段的一个过程，给大家参考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以及分享给你的亲友。我们后会有期。